隔年这边盖好就下来了，他不可能盖很久啊，所以他民国三十八，就是民国三十八年来，先住山上，三十九年就住到这边，一直住到他走掉为止，在这边住二十六年。所以发生车祸是住这边？没有啊，他山上不是有阳明书屋吗？对啊，草山行馆啊，他是应该是要去的那个路上，在那边发生。哎，而且好像不是被撞，是他的车子出状况。所以后来他的坐车就换得很勤，好像大概四年换一次。大家可以去，大家如果待会出去，可以从前门出去，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蒋寿美的那个车牌。那有两个在等啊。你看他车牌蛮有意思的，好像是 Eagle， 一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按人家讲他是 Eagle， 然后一二三，一二三只有一。你看一下那个车牌的数字，他那个也有可能是后来的人去穿凿附会啊。Eagle 一二三怎么了 ？Eagle 美国啊，因为那车是美国送的，就 Eagle 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自由日。好好好好，被美国人设计的。都出来了吗？有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。